新闻一开始要来关心嘉义县公益医疗活动的消息。嘉义长庚病院举办健康促进公益医疗活动，为六甲乡中小学生免费来做视力检查，并且为弱势孩童免费配目镜，这让家长感觉真担心。经六甲国中校长蔡美玲积极寻求外界资源，获得嘉义长庚病院、中台科技大学施工系、长庚科技大学护理研究所、奥比斯防盲救盲基金会、仁爱目镜、北港一级铺主分公司等单位共襄盛举，为今仔日起一连五天，伫六甲国中礼堂健康检查。嘉义县教育处表示，山西的产品普及，乡村地区囡仔也常常有机会使用。长时间看荧幕结果，恐惊造成视力减退。近年来，中小学学生陆续被体检出近视、斜视、散光等现象的比率偏高。我们就结合长庚医院、还有中台科技大学的视光系，还有长庚护理这个研究所。还有仁爱眼镜公司还有我们几个学校就一起来帮我们六角乡比较偏远地区外配的子女特别多的地方呢，帮他们做视力、体重各种体位的一个检测那仁爱眼镜公司还帮他们中低收入的小朋友，如果眼睛需要配眼镜的，还帮他们免费这个配眼镜。所以我们希望所有在嘉义长大的孩子，我们让他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健康的体位，从健康出发，将来一定是幸福美满的。这项公益医疗免费健检特别加强视力检查，如果检查结果异常，由专科医师提供治疗咨询。针对已经挂目镜的弱势家庭囡仔，目镜公司的人员当场检查以及配镜服务，免去家长传到病院进一步检查以及治疗时间。最新新闻就来信，大家向采访报道。